生死观的道理啊，可以讲得很复杂，可以讲得无边无际，但实际的内容啊，就是两个大的方面。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生，其次才是人生应该怎么做。因为生死是大事，而且是很多人都惧怕的大事，所以拿着这个大事搞点名堂劝人向善者有之，忽悠人达到一些目的的有之。所以有益的、有害的、无益无害的在这个生死大考之下都是可能的当然拿来唬人更是可能的如有的人就会像面沉似水的对你说，人死如灯灭。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宗教生死观都是一个教义的核心重点。很多年前我去过四川的一个地方，宝峰山靠近大足石刻现在应该是属于重庆吧那里有一个六道轮回的巨大雕刻非常形象的告诉你一种中国佛教的生死观。当然这个生死观的核心就是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六道轮回图共分为四圈中心圈中间坐着一个修行者从他这个心际飞出来的六道佛光把整个这个轮盘划分为六个部分表示万缘发于心一切由心造众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所致简单来说呢就是发善得善发恶得恶根据人生前的业力差别在轮回中呢共有六种转生的趋势分别为天道、阿修罗道、人道、恶鬼道、地狱道、畜生道其中上三道算是善三道，下三道是恶三道那就很惨了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基本就是一种朴素的思想千百年来一直是维护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柱。道教也有十八重地狱的说法这是说在死后的事情说的是五岳的下面都是地狱还有深的更深的地方还有小地狱女子还有什么雪狐地狱有的人可以不进地狱这是一些特殊的人比如说修道成功的人或是善业多的人。但对有的人来说地狱是实实在在的刑罚口业重的可能就要割舌头这个昧心肠的就要挖心了在中国很多地方和石窟石窟的数量在中国是非常多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类似的这种这个表现形式都有雕刻各种各样的雕刻形象的呈现总之这些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从讲生死观开始的表面上都是讲如何面对死亡实际都是拿生死大事来说事来达到某种宗教的目的这不是一个好坏的问题这是一种客观的观察是一种人性导致的结果在伊斯兰教中穆斯林认为生命的长短是由安拉来决定的任何人都无法更改
安拉给予生命啊，也是生命的唯一主宰者啊。穆斯林把死亡啊看成是生物的一种必然现象啊，人的必然归宿。死亡是连接今世和后世的桥梁啊。安拉使人生啊，使人死啊，所以穆斯林把死亡称作是归真啊，焦虑和恐惧呢相对来说就要少一点。值得一说的是呢，穆斯林是反对那种延命治疗的他们认为医院是治疗的地方不是等待死亡的地方。一旦无法实现治疗目的就应该离开我觉得这种对于死亡的态度是令人钦佩的与现代医学伦理是一致的基督教的生死观呢随着教义和派别的差异有很大的区别。大致的来说的话基督教对于死亡的解释这个与人的罪孽关系最大。上帝原本是将人造成一个不会死的人。死亡这个事件原本不应该会发生在人的生命中死的产生是因为人违背了上帝成为了一个罪人的结果上帝要人不死但是人们自己选择了死亡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这是基督教。还有部分基督教的神学家认为人本身就是有原罪的原罪论因此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观点。他主张人们这个有一种犯罪的影响生来就是带有罪性的只有愿意相信愿意承担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才能把人从罪行中拯救出来很显然这样一来生命就处于一种巨大的教义压力之下。除非得到了信仰的救赎否则这种令人恐惧的悲惨的死亡就是结局了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宗教的教义都与生死观存在巨大的关系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恐惧死亡焦虑死亡基本就是人之常情吧所以宗教一定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宗教大都是劝诫人们要积极向善的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我个人看法这是绝对的好事但他用的方法比较简单吓唬你干坏事就要进地狱的这意味着宗教向人们灌输的是一种经过抽象的有用的有目的的简单逻辑。对于逻辑思维能力较差的人来说这种被动的简单的线性的灌输方式应该是有效的。复杂的可能接受不了简单的还可以接受。于是就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成为了信仰当然有信仰的人就比没信仰的要强大宗教其实就是格式化的理性用信仰把某一类理性思考固定下来这对不习惯进行理性思考的人来说还是十分必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种科学的理性的文明的现代的视角来考察和思考生死观的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可以给出答案的什么是人生我的答案是简单的也是我在这里希望向大家推荐和讨论的观点人生也就是人的生死是建立在人以及人之间的影响的基础之上所谓人的生死实际看的就是人的实体以及
及人的影响啊，这就是一种啊现代的科学的啊可验证的生死观。